是以前的。就是这个，洗手霜那个吗？嗯。对，测试好再发回去。调试好再给一两块块钱。现在给他改装成这个机器去卖给他。嗯，这样回去自己接。动哥几千块钱。哦，动哥走了。开了。动哥退货了吧，宋楠？你装的？啊？我说你那装的退货了吧？退货了，我就要退啊！不然我没办法，我的意思那就让他退货呗。你跟客户说，你说徐猛想念他的机器了，所以必须得回来发回来见一面，要不心里不安宁。多大吧？这一样吧。